自由女神脚边摆放了什么？美国自由女神像，请问她的脚边是有锁链还是手铐？我的答案是手铐。脚边有手铐啊？手铐不在手边？哎，自由，因为自由。美国啊，那锁链也是个枷锁呀。可是一定会有犯法或是罪恶才会。我们都说手铐脚镣嘛。嗯，那我可能看错了。今天晚上九点，东森综合台，全民新攻略。